妍希，你真够义气的，还记得我喜欢热闹。你长个漂亮姑娘跳舞去啊，我还有事。喂。 是佩斯的男朋友，什么男朋友？小助理而已，只不过找到上位的机会罢了。你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他妈不要脸的！你再说一次！啊，妍希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别跑啊！我送你回家。你别拉我项圈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，你这样会感冒的。你够了，我不需要你的关心。骗子！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还没问你为什么你要跟踪我，你反而到骂起我来了。你骗我说你在设计部做绘图员的工作，但其实你就是个助理。好，我勉强告诉我自己，你可能有你自己的理由。 但是你知道，外人是怎么议论你跟蒋佩珊的关系的吗？怎么说的？你以前那么骄傲，从来不会为了钱、为了地位去屈膝低头，去跟女 boss。 我们怎么了？那你倒是解释清楚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没什么需要解释的。我打工要你管，我摆地摊要你管，我打游戏要你管，我连交朋友你都要管。可是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不公平。 我不想跟你吵架，你最近这两天情绪不太稳定，你先回家冷静冷静，回头我们再聊，好吗？不用你管，我自己走。